现在开始数马大嘴的108个冒险故事。马大嘴，你已经吹了一整天了，够了。我也去睡了。喂，别不理我。马大嘴，如果你说话可以打跑垃圾就好了。马大嘴，你怎么了？马大嘴说不出话了。真是让人拍手叫好了，肯定是因为昨晚话说太多。不，没有马大嘴的唠叨，大家今天可以安静的好好工作了。是。马大嘴，扔一下，你妨碍我干活了。马大嘴，你妨碍我干活了。马大嘴，你妨碍我干活了。什么？不，你说我身后有东西。又来捣乱，面壁去。马大嘴，叫你面壁不是画壁，别再给我们添乱了。浴室里有垃圾。没看到垃圾呀、垃圾可能藏在某处，快用杀菌剂进行全面消毒。杀菌剂不见了。终于可以说话了。你干嘛把杀菌剂吞了？方脑科不是说，要是我说话能打跑垃圾，所以我就想，要是我说话能喷出杀菌剂。这个点子果然符合你这个陶瓷脑壳的智商。我们马桶家族根据冲水方式分为直冲式和虹吸式，现在普遍采用的是虹吸式马桶，但不管什么马桶都不要像我一样往里面乱塞东西哦。